OK，花点血我带回能弄他，弄他，打这玩意等三级。哎，罗罗，这盾，OK的，OK的，他在扛兵，你看，他在扛兵，你看，他没血了，喜欢哎，来，喜欢哎。 还不，他就一手锁长，知道吧？没什么用，就一手锁长。<咳> 带走，喜欢玩传说中单就是下塔，知道吧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慢慢玩。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？不可能回的呀，我这不回家线吃不到了。 哎，说实话，再来一波，我就不走了，再来一波，真的，先把他还给过了 ，Q 拉开，嗯，就这，这么着急吗？咱先直接拉开。 我真的走了，喜欢没事喜欢剑啊，没事喜欢剑英雄，看你待会怎么死。现在好像进来了，先进来了，没进来。 哎呦，奥特进来了呀！奥特不进来绝对团，没办法，被岩雀烧了一下，不然肯定也能吃到。奥特正常，我出来是吃得到的。 阿克上去下路拿了个双杀，天哪！难受。他这个是新手玩法。 艾哥这个 Q 救的好，说实话，打了点伤害，不然我伤害不一定够的。600加800，够。
不了，绝对走。无敌，无敌的男人，对不对？36发枪。 别来吃我线吧，老鼠！你这个下路炸了，不能来害我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现在你就走吧，好吧？你别搞得我也玩不了。哎呦，干嘛呀？ 四个人呀！哎，得过来，不然。 下路他也明白他们，快！我得速战速决，对吧？过不了，速战速决，对不对？准不准，各位？ 啊，无虚发。这里个眼还没排，好抓，先把眼排了。 nice， 一个没死，他们才把我给毙了，对面都 nice 补34个刀，我天妈！就补了34个刀，对面都 nice， 但是书先不读了吧，对面下路还是挺烦的，我得。 把这个威炉杀一杀，我再读书，好一点。假装 Q 过去，后面肯定有人的，不上图。 E3没预判好呀，完了，哥们儿，不该这么早用E的。
不该这么容易的，没拿到大人头。哦，来后没事。 买积分默认嘛？不能急了，这波死了一点伤，但他们 AD 没双，不过我现在还想先拆回塔，我想买个沙漏出来继续打架。 三层嘛，后面吃不到了，后面不好吃。所以这波说没人过来，没人过来我可以再试一下。反正第五层是一定吃不到的。第五层的话没兵了，这样打对面中单费了，你知道吗？中单47个的啊。 也就5个头，他这个补刀还蛮不了的。带走，哦，叠戒指吧，美这只呀。吃完，阿克萨好像会来，阿克萨在哪里？反弹呢？是我的，吃了第3天买反弹帽，你以为鲁是要做最后默认吗？还真吃完了，吃了5层，各位，这一波发育绝对好。 这一波没去找对面AD真的正确的选择。如果找对面AD 的话，反而我们这个处境不太妙，知道吧？究极大发育，还是要先来龙。 别给 Q 死了呀！还没闪现呢。 闪现我也不好杀，这个最后默认做出来有点难杀。Nice，1000块。 结束了，给我拉开，结束，1000一拿对面就记了。我想一下，没有必要做法餐了，法餐没必要。哎，再等这一波呀。 放弹，他这个应该做羊刀吧，神话装。我带好一点，知道吧？我带好一点。
开个扫描，防止有人在草里拖我们。秘鲁是有闪的。 有闪也死了，可以。那个鱼，往哪跑啊？给我带走。这个法船做出来，他们的绝望。这个时候法船，他们我看也挡不住的。 不会做分裂功的呀，肯定要先做神话的，肯定要把妖刀做出来。他第二件不做这个梦，让他死得更惨。好像还真不做神话，这个黄叉要做什么？春天买神话吗？ 大的胆子呀，这是。嗯。带走。还有谁？这个位置吗？晕他。 我操！打到我，我好像没了。坏！上路没开，我本来想 E W 开上路，但我感觉 E W 他这个上单死不掉呀，我补个 Q， 补个 Q 好像穿到他岩突闪失阵上面了呀。嗯，可惜。 靠，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赚呢？先把这边，你得，中不了，我操！没看到随时出扣，坏。 下路全走魔抗，这是我。腰带，他要买电的吗？ 他给我算个链子就难玩了呀。
这边补点伤害就可以了，动不了。哎，真的控太多了，我操！起来还要被对面上单给爆一下。 他们打大龙了，来不及，岩泉打得很快。 最好等我个帽子吧，这打不过。巨酒。 他这个维鲁斯是特效流呀，那也肉吧，也肉。确实真的装逼。 多大我也能怎么样？魔抗有点多，对面。啊，这魔抗有点难搞。炸了没开出来。啊，被他一个 Q 穿很多血吗？ 就像摸沙漏是没开的眼睛，这不还是有沙漏。血手狂徒，看你没魔抗呀。
真打不过这场的，别，等于说能秒我呀，被他抱走的话，那水泥吗？不做神话，不做神话的。 想找机会呀，不然这把赢不了，知道吧？五打五是赢不了的，只能找机会。没面嘛。 他们红啊！难受。